把家长和孩子都难哭的一道题 ,A 分之一加 B 分之一加 C 分之一等于八分之一。ABC 呢是不相等的，要咱们求 ABC 分别等于多少。在这儿教大家一招转化法，轻松解决。首先咱们把这个八分之一转化为小数，是等于 0.125 的。接下来不要眨眼睛，两道杠把它分成三个小数，等于 0.1 加 0.02 再加 0.005。好嘞，那么呢再次用到这个转化法，把这个小数啊转化为分数。0.1 呢是等于十分之一的，这一个呢是100分之2，那么这个呢是1000分之5。好嘞，那这时候呢这个分子啊都还不是一，怎么办呢？化简一下呗，你看这个是10分之1，不用动，那这一个呢是50分之1，再加这个约分200分之1，所以 ABC 是不是出来了？A 等于 10,B 等于 50,C 等于200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有收获的话，就给老师一个免费的小星星，顺便关注一下吧，谢谢您了。